哎呀，这梦幻西游有啥神奇的魅力啊？就这一个技能就这么牛逼吗？这个技能就那么与众不同吗？在场时提升主人及自身10%的速度，最多持续5回合。这个技能就这么牛逼吗？这个技能就那么屌吗？啊，增加自身体质啊，再成长，再乘以2的气血。行了。这就是梦幻西游的尽头了，兄弟们啊！武圣、武神坛大英雄、武神坛全服冠军，全梦幻不超过30只的萌动猪猪，锦衣啥的都无所谓了啊！龙太子穿啥都帅，别没啥事别给我穿白色的浪淘沙，愁死了啊！这全服冠军的火焰啪嚓啪嚓的，真烦啊！消耗内存。费电，下次不许再夺冠了啊！6666，我次啊，通天了，兄弟们，这牌面通天了，这大圣有旨的专属弹幕框，可惜没啥事不说话。